大昌哥来了吗？大昌哥，你来了吗？大昌哥，你不会来了吧？大昌哥，你来了，我可没有看到你送的礼物哦。大昌哥来了，看看哪里？大昌哥来了。大昌哥来了吗？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吧。听离歌，为对面奏响离歌，该我上场表演了。出卡出卡出卡抓！我就会这个，我就会这个，但是这个是非常，就说出去特有面子，就是我的哥哥是《王者荣耀》里高渐离的配音。了不起着呢！你玩高渐离的时候，就像在玩我哥哥。高大昌投喂，旗开得胜，乘以四，乘以五。谢谢高大昌老师。你们不觉哎？你们有看那个节目的吗？你们不觉得高大昌老师在里面就是特别帅？然后加了那个磨皮和滤镜以后，就是又白又帅，然后就感觉帅到。没有朋友的那一种，帅到我都自愧不如，太帅了，而且感觉特别年轻，感觉就是像，大三的学长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懂了，这就去玩高渐离。马屁拍的一般，这还一般？你还怎么拍？哥哥的嘴不是嘴，是随风飘荡的芦苇。哥哥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什么鬼东西啊？行，大昌哥，我已经为你打 call 了，在这里哦，再帮你打一波 call 啊，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大昌哥的话，可以去看看他的节目，叫做《我是特优生》，请支持他。然后在投那个声量卡的时候啊，声量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那个倍数卡要用到，要不然你就只投了六票。对，记得啊，记得一定要记得。豆沙可甜，潘 Sir 汤，是吗？哥今天可以直接拉去做日剧男主了，就是那种又聪明又潇洒的样子。可不可以录一个早睡灵妈，拯救一下熬夜新人吧？不介意是杀手变态杀手版本的，哈哈！以后会陪你拿更多奖的，爱你。我看大昌哥，哎，我刚刚看大昌哥投喂了么么哒啊，谢谢大昌哥投喂的么么哒，大昌哥你花点钱呗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感觉弟弟想要小电视，可以吗？先把刚才那个豆沙朋友的那个睡觉去。快，滚去床上！床他不可怜吗？不配你躺吗？快去！哥哥，我就想要一个投，想要感谢高大昌投喂的小电视，可以吗？高大昌又投喂了么么哒，感谢啊！
小乔科桃肉，你不要太在意，腹肌没有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帮你画。宝宝的4K 们除了不舍得打你，什么不会啊？我们可太棒了，和你一样棒，你们可比我棒多了。别胡说啊，我可没有你们棒。你为什么要给我拿来这个？大昌哥让我念这个吗？大昌哥，如果我念完这个，我可以得到小电视吗？可以啊，大昌哥让我念这个《王者荣耀》的绕口令，给大家念一下啊！大昌哥听好了，蓝拿露娜蓝，露娜拿蓝难，不拿蓝更难，露娜蓝蓝拿蓝，没蓝难拿蓝难，蓝拿蓝来拿蓝，露娜难。露娜拿蓝，蓝更难。我念完了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你没念错，嗯。大山哥投喂给大佬递茶，怎么就感谢不了大昌？高大昌投喂的小电视呢？玄阳投喂的礼花，感谢。哥，我老做梦，噩梦吓醒，然后睡不着。但是听你的歌，睡觉就不会做噩梦，也不会失眠。你一定会魔法。感谢刘慧川投喂的礼花，我不会魔法。我要是会魔法，我就可以变出一个高大昌投喂的小电视了。但是我不会啊。刘总管不想管事投喂的礼花，姚李投喂的礼花，小乔磕桃肉投喂的氪金键盘，感谢逆流来茵投喂的礼花，怎么就感谢不到高大昌投喂的小电视呢？高渐离是我王者里第一个满级的法师英雄，不过满级后就没继续用了。刘畅，你的高渐离怎么了？大昌哥，请注意消费。你练满级有什么用啊？大昌哥也不给我送电视，是你的小星星西西投喂的礼花，往西西投喂的礼花，就是没有到高纬度十字线投喂的礼花。过目过目人投喂的盛典小电视，感谢过目过目人做了一个榜样，我就想看看高大昌老师，投喂的小电视。大昌哥走了，大昌哥走了，大昌哥走了吗？大山哥不会走的，大山哥可爱我了。哦，大山哥说他进十强就给我小电视，这小电视你进十强，你现在是第一名哎！我昨天投票的时候你是第一名，感谢十里投喂的天空之翼，你是第一名，你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，你可以给我送小电视了。现在第二也是前十啊。第二前十，我把我那600票投完以后就是前十了，我不管。怎么就是没有高大上投喂的小电视啊？哥，我用了你为主题做了期末作业和书籍装帧，现在花痴出名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夸夸哥吧。哥真的又白又帅，多喝水就更帅了。花痴出名了，恭喜你啊！但是哥又白又帅就有限吧，毕竟没有得到过高大昌的小电视，所以又白又帅又有什么用呢？都是虚的，算了，我今晚是得不到了，没关系的。4K 脚本子，哥，下周六就是我和我最爱的男人猫爷爷的生日了。
能提前祝我们生日快乐吗？下周六是26号吗？是26号，26号也是小立群的生日，也是磊磊的生日，他们都是那一天的生日。祝你们生日快乐！若鱼嘉宾小 M 妮阿玛雅咖啡蓝厨堂记事本投喂的天空之翼，感谢。磊磊是磊磊是吴磊啊。祝刘老师能接到游戏角色配音的活，我也想玩我哥哥。年虾生，游戏配音的活又怎么样？都不能送给亲爱的弟弟一个小电视。唐三侠投喂的礼花，感谢，谢谢。纯路人问一下，主播都是这样，老和大圣哥要小电视的吗？好可怕，嘤嘤嘤。感谢刘慧川投喂的盛典小电视，你们注意消费啊！过目过目人投喂的盛典小电视，注意消费，注意消费。你看看，让大昌哥，大昌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人家高大昌投喂的吃瓜，想用狗头当女生投喂的礼花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有就是文字识别障碍啊？小电视。小电视，就小电视嘛，小电视。哎呦，不是别的，就是小电视。金桔小云梦萌投喂的礼花，我本来是天下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的性格，但是自从喜欢上你，就知道原来真的喜欢就不用坚持，因为每天都很快乐。雪兔兮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其实还是有一些难事，就不管你放弃不放弃都不会出现的，比如说让高大昌老师投喂一个小电视，就你放弃不放弃有什么用。阿寿投喂的礼花，感谢。感谢秦时九九刘畅家的头头姐投喂的盛典小电视，注意消费，注意消费，注意消费。我就是想让大昌哥，想宰大昌哥一下。你们悠着点啊。大昌哥还在。猫君，你气死我了，不许欺负高大昌，不知道声优很难的吗？我们给你送这么多还不够吗？还有求大家去我是特优生给高启昌投票，我已经求过了，请大家去给高老师投票，让他 C 位出道，他长得这么帅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给我投喂小电视，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很棒。没有，没有，对，然后感谢 Kiri 酱阿元唱唱投喂的礼花，你们注意消费，注意消费。我就是，嗨，我就查一会儿，你让我查一会儿行不行？感谢高大昌投喂的么么哒。Kiri 酱刘尚家的头头姐头位的礼花，感谢。跟大家说一下，从明天开始就要开始排练了。排练，排什么练呢？就是排圣诞歌会的练，所以今天才会在这里给大家直播。然后圣诞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要来哦，要来，有惊喜送给大家。当然我不想把期待拉这么高，所以你们就当我刚才没说好了。青姐来了吗？青姐来了。哎，我想要感谢青姐投喂的礼花，不，投喂的小电视，可以吗？
青姐没来吧？没来，肯定没来。青姐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来啊？青姐别注意消费，青姐别注意，青姐那个疯狂消费啊！四文鱼、salmon 投喂的氪金键盘，感谢感谢，你们注意消费，我就是享受一下这种感觉罢了啊。就是恶心一下啊，恶心一下！你们要注意消费。青姐，青姐走了吗？青姐没看到你送的东西。圣诞不能看哥哥的直播了，要给妈妈过生日。妈妈今年退休了，今年圣诞节我家蛮特别，我替她开心，希望能被念到。十条尾巴的4K 壶，可以跟妈妈一起就放在旁边，因为。这场圣诞的歌会是唱歌为主的，然后错过了会有点，因为觉得2020年是觉得就还蛮辛苦的，大家都，所以亲姐在牢里 对，然后会有唱歌，唱歌为主，然后会有抽奖，然后聊天的部分就会也会有。所以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来也没关系，会有录屏的，还是要开心吧，开心是第一位的，不要搞得太为难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搞得很为难。就是要去给大昌哥投票，再为难也要给大昌哥投票。猫又爱好者费事儿，流畅六瓢就想要小电视。我们为了给大昌哥拉票，认了好多个爹。我也在认爹，你以为吗？我给大家说不说，哎，能不能给这个哥哥投一下票？特别棒，那是《王者荣耀》里的。高渐离的配音特别棒，拉下老脸，真的是拉下老脸，一就群发、私发，想想我都已经啊，都已经，都是已经穿 LV 的人了，我还在这拉着老脸为我亲爱的哥哥投票，然后我还充值，还不小心忘了点了个100倍卡，气死我了！好啦，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希望大家一扫不愉快，新的一周要开开心心的，然后2020年马上就过去了，就开心点，然后。啊！就一只猫！天哪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别叫！打个招呼啊！打个招呼！啊，好，打完招呼了，你去忙吧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这个是。就这儿的猫啊，好啦，那我们下周见哦。圣诞歌会的时候，希望能够给你们送去快乐。虽然我的快乐并不会来，因为我等不到大昌哥的小电视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好，那。哦，对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东西，这个专辑是经纪人老师傅女士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今天才到。我的生日是4月15号，今天是12月20号啊，她倒不如明年送给我的。行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
广告忘了做，差点就走了。喜欢看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，我的新浪微博是流沙木法沙。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南派三叔盗墓笔记的微信公众号，喜欢白哥哥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乌力鹏，喜欢黑哥哥高大昌的朋友们可以去 B 站为他我是特优生投票，送他 C 位出道。喜欢弟弟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娃儿，然后既然在乐大哥的家给他做一下广告，喜欢帅气音乐才子的朋友们可以关注王乐达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